中国江苏一对夫妻在起床时，丈夫为了让妻子能够慢慢适应亮光，都会在电灯打开时将手轻轻盖在妻子眼睛上，然后再给她一个早安 kiss。 而这幕也被一旁的两岁儿子撞见，没想到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便开始模仿爸爸的举动，在妈妈还在睡梦中时将妈妈眼睛遮住，再来一个早安啾啾。画面的甜蜜指数爆表，让许多网友纷纷表示以后不得了。干嘛亲妈妈？